来，你上来，妹妹，来。你这是迈巴赫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就是一个奔驰。完了，那个，你看你是想怎么的？是怎么个赔法？这咱是公了还是私了？给我打电话问问呢。你上你多大呀你？您好，我十八。十八。嗯。您拨打的上学是吧？现在是。你刚才着急回宿舍呗，就是。嗯，我刚吃完饭回宿舍。你刚吃，你真有劲儿啊！你刚吃完饭，你蹬共享单车，然后给我车刮了，锻炼身体吗？哎你好，哎你好，哪位？那个我车。那个奔驰1260，1260啊，怎么了？车怎么了？那个前杠坏了，换个前杠的时间。换个前杠，1260，我想想啊，1260现在换个前杠是2-3万吧，差不多能下来。这么贵呢？啊，那喷个漆。套啥样啊？没，就裂了点，要喷个漆啥呢？喷个漆也就4-5千块钱。哎，行了行行，你让他挂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好嘞。你听见了啊？你听见了？你这怎么的呀？你有多少钱？我现在1000多。那你不够啊，这你就1000多。嗯，我都啥钱？生活费？嗯，对。你吃饭钱呗？家里给的比我当时上学那阵给多了哈。那一天10块2块。哎呀，你这么的吧？你请我吃顿饭，啊？你请我吃顿饭，这事儿就这么地儿，行吗？要不我把所有钱都赔给你吧。所有钱多少钱啊？不到2000。啊，他刚才说多少？1000几？1000多块钱。完现在有2000了，借的啊？嗯，攒的，不到2000。哎，差不多行了吧？你这么的。你赔肯定是得赔的，因为你把我车撞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你今天你是赔我，下回你不定就是你可能还能遇到别的人，对吧？那你今天你赔我的话，那就是你赔我100块钱。嗯。因为赔你肯定得赔，因为你给我车撞了，这里你这么。对。你给我他加微信呗，你不转100多了。无限可能，别哭了。自由发生。